整排都是红线，没有任何脱掉行为。几乎每天都是这样，所以警察的车是隐形车，不会妨碍交通，所以可以停红线。几乎每天都是这样，所以警察的车是隐形车，不会妨碍交通，所以可以停红线。整排都是红线，整排都是红线，有些车子从早上停到下午还在停，没有任何脱掉行为。